大家好，今天早上吃简单一点的，就买了一个鱼头过来，鱼头炖粉条。我现在要把这个鱼头清理一下，把这个鱼鳞刮了，这个内脏啊，鸡鸭都会吃，放在这边。这些鱼头啊，还有这些配菜已经都切好了，下面就要把这锅。先把这个米粉煮一下呀，这个米粉是上次做那个拌粉，做拌粉的时候留下来的。现在这个米粉已经煮好了，把它捞起来。这煮好的米粉啊，要过一下凉水。把这些配料放下去爆香一下，鱼头，把这个米粉放下去，开吃了，这满满的一大碗，这我们两个人要把它干掉。来，老表。这个鱼头好吃。看吧。看，你看什么看吧。找死你！